第十一题，阿杰买了一颗电池，如右图商品包装外标有1100 mAh， 若将此标示换算成为物理上的标准单位，应为下列何者的单位？我们的 mAh 就是我们的毫安培乘以 h， 毫安培就是1000分之1安培，安培就是我们的电流，电流呢 I 呢就等于 T 分之 Q， 那么 T 就是时间， Q 就是所谓的电量，那么我们的要乘以我们的小时 h 小时，那么也是时间，所以消掉之后就省下 Q， 也就是我们的电量，所以这个算出来的结果呢就是电量的单位。所以第十一题问我们说，若将此标示换算为物理上的标准单位，应为下列何者的单位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电量。